方圆有两栋日本式的建筑古迹，是当时北新山林场的官员的招待所，即卖咧做修复的工程，讲2024年会完工，重现当年的风华。像古早气味的日本建筑物，保留传统用茶类砌的厝，伫咧丰原南洋路逸新庄的两栋日本厝，无讲你可能唔知影，即过去捌是日本时代北新山林场时期官员住的招待所，提供给日籍的员工，作为视察啦，还有来指导时候住宿的一个地方哦。2005年，丰定州市市定古迹，由当时林区管理处理管。经过地方民代争取，最近的举办施工说明会，初步计划做林业展览馆。东势林管处这边会积极来争取经费，那希望将来能够整体的做一个完整的规划。两栋美丽日本建筑处，预计在2024年修理好势，对外开放。完工了后，会能带动丰原潭子地区，让这个家变更加热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萱。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？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